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在今天的节目中呢，要带大家来看我们基隆市政府长期以来对保护动物所做的努力，以及维护维持生物多样性的成果。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动保所所长陈瑞斌。主任好，还有来宾观众大家好。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基隆市猫咪TNR协会的理事萧碧玲。主持人好，大家好，萧姐好。第三位呢也是我们协会哦，是我们的黄培元。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培元好。先带大家来看看我们基隆市真的有非常多的野生动物，来看看山羌，它也想上学，进入了百福国中。百福国中校园内出现小小三枪，躲进厕所，消防员获报拿着网子慢慢逼近。它很好动。小三枪受到惊吓，不断的跳动，还发声尖叫。原来这只三枪在学生早自习时突然冲进教室，撞到学生的脚，让学生惊慌大叫。听到同学他说什么有东西跑进来。然后后面他跑去后阳台之后出来，我以为是大老鼠，然后我就起来看，然后看一看之后发现他从我前面经过，我就摸一下，后来发现他是三枪。一开始他进来的时候，我以为他是一只狗，然后后面才是隔壁班告诉我说他是三枪，因为他可能也很惊慌，撞到我们孩子的脚，对，冲进去了，对，然后孩子就尖叫声。校方在第一时间发现三枪闯入校园，师生很机警，把三枪引导到女厕，最后把门关起来，通知消防局前来处理。而小三枪因为太过紧张，眼睛和脚都有一点受伤。从它的外表来看，这只三枪目前脚部有受伤，还有脸部也有一点轻微的伤。那目前我们已经通知动保处，那由动保处来把它带走，啊，做后续的治疗。那在此呼吁那个民众，如果有类似的动物啊、不明物体啊，或者进入校园的话，啊，引起骚动，那最好还是先把它局限在一部分的范围里面，交由相关单位来处理。在这个把那个三枪哦引入这个厕所里面，然后关上那个厕所门。这样是比较非常恰当的一个做法。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有这种野外的动物进来。啊，刚开始大家也是会很紧张，不过老师也借由这个机会提醒同学们，这是个生命教育啊，请大家不要慌张。那我们就妥善的把这个野生动物先困在厕所里，以后，然后我们再打电话请我们的动保团体、消防局来协助处理。那透过这样的活动，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学生感受到这种野生动物的可贵。也再一次让学生感受到这个生命教育的重要。动保人员表示，光是今年起就发生十多起三枪误闯民宅事件，而小三枪跑到学校反倒是第一次。应该是找食物，而且他比如说跑比较下山一点啊，有刚好就碰到有那个流浪狗，啊就被流浪狗一追啊，他就跑。动保人员小心翼翼把三枪带回，先帮忙治疗，再进行野放，让它回归山林。最后知道这一只山羌真的回归山林了，有机会还要在学校来上课之类的。可以看到我们的消防人员还有我们动保所人员真的是我们的动物救援的英雄。我们要请教所长，就基隆市的平均来看哦，就是动物救援的部分大概有分哪几个类？哦，其实动物救援哦经常会发生，因为野生动物的部分大部分是因为我们基隆是属于山坡地啦，就是大部分都是山坡地。那因为人跟动物的距离都已经有点重叠，生活领域还有它的栖地，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在周遭看到野生动物出现。那大家其实看到野生动物不用太紧张，因为野生动物它是非常怕人的，它就是不可能主动像猫狗一样是宠物去接近你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不要去碰触它，它会离开。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建筑的关系会造成它受困的情形啊，比如说微笑台北他们之前有通报两只三枪是掉到他们社区内啊，因为它临近富裕公园，而且当时在做这个社区的时候可能没有做生态检核，它没有考虑到野生动物一个可能会受困或者是掉落的情形，所以这个部分就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尽力来救治啊，也只能这样子。当然如果能够去做好防护是更好。那像犬猫的话，他们也经常会有受困，像是在那个四层楼深的河床里嘛，
那它困住了，它没办法出来，民众很通报，那我也是要派人去处理。那有些猫它在我们的高楼，譬如说十几层楼高楼外墙，哦，那也是有人通报我要去处理。但是其实动保所的人力就是很少，但是它的设备也没有那么多啦。有时候到了现场，你说哦，那个在溪船里面的需要那种梯长梯，那我们可能会请求消防局协助，他们有消防装备。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会跟那个，譬如说义消有，他们有的有受过三训，他们也可以协助。像有一个基隆蜘蛛人叫周子廷，那他常会帮助我们。就我们请求的时候，他因为他会在外墙吊挂，所以有些高楼案件都靠他救人都宝贵的生命。是，对。那在这种就是说动保所能力比较不够，然后其实动物救援是不分时段，常常有24小时需要处理。那未来因为结合农委会195924小时的动物保护，那个专线，好，应该会让动物的救援做得更好了。那谢市长啊，他也因为那个前阵子有民众送去警察局，然后因为没有24小时动物医院嘛，所以然后没有办法后送，然后等到早上才送到我们宠物养动物园，然后时间就有点拖延，那造成动物的死亡。那谢市长听到之后，他也是赶快动之预备金14万。那未来警察如果协助送交到动物园去医疗，比如台北市24小时医疗化，那这个费用其实我们动保所这边是可以来支援的。所以在这一块的部分，吼，也感谢市长愿意去为动物救援这个来处理这样子。是哇，我们真的是很有爱的城市哦。那可以看到，就是野生动物，还有我们的猫，还有犬，就是在基隆市的整个救援部分是各占1/3。那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的理事哦，要跟问一下，就是其实，在救援的部分，你也蛮有经验的，对不对？其实我们最主要协会是以抓扎为主，那救援是比如说刚好有人有需要，那因为我们有那些仪器，有设备，那我们有人力刚好去帮忙抓，但是最主要是帮忙抓，我们还是以抓流浪猫结扎为主。那救援的话是小猫，因为有些小猫是受困，或者是没有母猫，那我们只好是硬着头皮去救援回来，然后中途送养这样子。是，哎，可是我知道他们真的很有爱心，他们其实不止救猫，他们上次连山羌也救，对不对？哦，那是刚好回乡下有山羌受困在我家后面，然后我们就刚好因缘际会，哎，他也听得懂人话，我是用猫饲料直接把它装进去，然后送去动保所的。是，对。那培元呢？培元有类似的经验吗？哦，因为我们主要是做 TNR 工作啦，其实要解决流浪犬猫的问题，当然最主要就是要控制它的数量。不然其他都只是其次，因为首先就是要控制它的数量，才不会有猫或犬泛滥的问题。那因为我们这边宣导一下，就是我们 TNR 协会就是主要是要教你怎么做 TNR， 而不是帮你 TNR。因为真的要做到高强度 TNR 的工作的话，光靠我们协会几个人或是政府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所以呢，像举例而言的话，如果我们要抓扎100只浪猫，一个人做的话要100天，但是如果100个人同时抓一只的话，只要1天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任务就是要尽可能教会每个人去做 TNR， 然后就是我们人可以自己捕捉家里附近的流浪猫，然后送到合作的医院，然后自己回去休养后，然后再帮他原放。这样子做的话是目前最节省人力、金钱、空间，而且最有效率而且可行的办法。是，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政府单位用心，然后再加上我们民间团体这些爱妈爱爸真的是很用心来帮助我们这些流浪猫狗。那当然这些流浪猫狗最后会进到我们的宠物银行，但是我们的宠物银行，我们的浪浪豪宅因为有些缺失，所以到目前迟迟没有办法启用，我们一块来关心。号称五星级宠物旅馆的基隆宠物银行去年底是否核发执照，原定1月启用，但却在农历过年前传出了缺水缺电。有被称作是五星级的宠物旅馆，但是哦，在去年在明明就还没有验收的情况之下，在去年的12月就已经核发了使用执照，硬是把流浪动物把它搬入了临时的收容区。而当时的五大管线，也就是电力、然后自来水、瓦斯、电信、污水等等管线，
都还没有办法使用的一个情况之下，严重影响到流浪动物们的生活品质，而只能从周边的动物医院来进行输送，据说也造成了那段期间以来一直都有供应不足的一个问题。这件事情也引发了动物志工后续在网络上面引来很多的骂声，而这个建商，这个营造的厂商，他更是粗暴的向这些动物志工提告。面对宠物银行诸多的施工缺失，厂商仍未改善，基隆市政府召开了记者会，向外界说明处理进度。的总费用9600万，一直增加到1亿2300万。其实让他增加了费用，但是他还是没有如期完工，因为这些增加的费用都包含了这些天后不稳定的因素，还有这些物价调整的因素，其实都已经加在里面了。所以它的总费用整整的增加了多少？增加了快3000多万左右。第二个我觉得重点是，我们在2月15办理的出验，总共147项缺失。2月15号办理出验147项缺失，为什么选择今天来跟大家开记者会？因为刚好满两个月了。刚好满两个月，其实厂商目前还有缺失，而且这个19项缺失还是算是比较重要大的、比较大的缺失。宠物银行它的容纳的这个猫狗的数量是，狗狗应该可以到150只，然后猫的部分可以到达50只，对。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目前收容的犬只只有30只，而且是比较有危险性的。它是有攻击性的犬只，我们才采一些比较这个精准捕捉的方式让它留在这边。但是问题是，宠物银行总共花了1亿2300万盖的宠物银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产生它应该要有的效益，所以这个也要跟市民报告。那我相信基隆市政府产发处一定在后续的部分一定会继续来追踪，然后我们会定期来跟市民报告。市政府强调，诸多缺失仍未改善，导致宠物银行无法如期完工，令人遗憾。未来将持续的监督厂商，加速改善缺失。哇，我们来关心这个浪浪豪宅到底后续又是怎么样进行呢？因为这个厂商有那个啦，故意拖延改善。其实很多缺失，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就跟他讲嘛，那他可能就拖着看会混过去啊。但因为我们是使用单位，我们在发现问题的时候不可能说当作没这件事。那当然市府这边工程主办单位他们已经有限他改善的期限了，那他也是预改善期限，除了每天会记10万元罚款以外，罚款还是契约罚款，然后也会那个在期限之后就跟他办理解约了，他重新再找厂商，然后希望能赶快把它完工。因为这个宠物银行没有完工的话，对于动物要进来医疗或者是要收容需求，会造成我们市政府很大的困扰啦。那这个厂商他不会理解，但是对实际第一线的人确实是一个困难，包括志工他们都觉得。那个空间，目前给我们的临时收容区空间只有30只的空间啊，那每天有那么多进所的需求，那认为这样是非常不人道。但志工的反应也会被厂商认为说是在污蔑他或怎样，但我相信最终会获得解决，希望年底能够启用，然后赶快解决流浪犬收容的问题。是流浪狗收员，就是我们的宠物银行。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管姐哦，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你们一旦野放，你们不是野放，你们会去帮忙觅食吗？合适人家？我们如果中途的小猫，我们是送养，那送养当然是要筛选人家，而且主要是观念的，我们是一定要求结扎植晶片，然后不能够再放养，因为放养就很容易在外面出状况。那最主要是，然后我们是以流浪猫结扎的话，就是哪里抓扎哪里原放，但是最主要就是要有友善的环境，要跟当地的稍微适当的沟通，因为现在的人还是没办法接受流浪猫。其实流浪猫只要有干净喂食，他们就不会去找厨余，就不会去翻垃圾，而且只要有流浪猫就不会有蟑螂嘎抓很多，而且蜈蚣，基隆真的是很多蜈蚣，对，蜈蚣啊，蟑螂啊，老鼠啊，其实有些东西是属于护疫的，但很多人还是没有这方面的观念。
其实要真的要透过一些教育或者是沟通宣导对对，就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就是一些正确的观念可以让大家知道，其实流浪猫犬以及结扎过的流浪猫犬其实是很适合生活在我们周遭的，对不对？对，是社区很好的，就是可以很适合共存的动物，对对对对。那我知道我们的培元，你们家也是养了流浪猫、流浪犬，蛮多只的，对不对？对，其实一开始都是刚好有遇到，然后就会带回家，那是家里的长辈就舍不得送走，哦，所以就几乎每年就是一只一只一只这样养到现在，然后现在有两只米克斯大狗，然后五只猫，然后我三年前我又生了一个 baby， 哦，对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因为近年统计的话，光是有登记的宠物就有300万只了，哇，所以现在是几乎是宠物比孩子还要多，是啊，所以几乎就是很多人的小孩都是跟猫和狗一起长大的，是，对，所以这个生命教育就是会落实在我们周遭。所以这个大环境的就是动保议题应该要再更重视一些，这样子是真的就是动保议题大家要更加重视，对对对。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新政府上任之后其实对动保议题也很关注，嗯，像我们的副市长那时候就是知道因为这个浪浪豪宅缺失太多没有办法启用，所以他在过年前他就结合了企业单位来做了一次捐赠活动，你快来看看。来到基隆宠物银行，副市长邱佩林、产发处长林鼎超关心犬只送情形。由于犬舍尚未取得使用执照，上月还传出一度断水断电，虽然目前已经解决，但宠物的物资还来不及备齐。就像我们小爱爸爸谢市长常说的，基隆成为一个有爱的城市，那我们在冬天在过年前先让我们的毛小孩过一个很棒的冬天。东森集团旗下的东森宠物得知基隆宠物银行的困境，由东森宠物总经理郑大志代表捐出主食罐、刊物垫及猫抓板，甚至连宠物银行急需的烘箱，总共捐出了20万元的物资，让毛小孩能赶在过年前来得及用上。对啊，那今天总裁的部分也常在讲，就是说我们早期刚刚讲的，就是我们讲说小时候教书的时候就是说为善不与人知，默默行善，那事实上做企业的部分就要大大方方，开大门走大路，那应该是为善要与人知，那我们是抛砖引玉了，所以我们才讲说小爱爸爸的部分不简单，我们讲说他这是个大爱的行动，那当然我们就一定是要来共襄盛举咯。捐赠仪式由副市长邱佩林、产发处长林鼎超代表接受东森集团捐赠，邱佩林也颁发感谢状给东森集团，感谢集团的善举。因为刚好处长知道的时候告诉我们是缺水跟缺电，当时最早还希望提供水，当时最早的时候，那我觉得一把这个新闻一披露之后，王总裁看到了，马上就拜托我们郑大志总经理，希望可以给宠物银行更多的协助。我们很希望有小爱爸爸的精神，谢国梁市长常说的，把爱到每一个角落上，所以我们等于过年给我们所谓动物银行一个大红包，让毛小孩好好过年。其实我们目前宠物银行还没有完全完工，也还没有完全完成，但是因为过年期间呢，我们还是要确保这个毛小孩可以有足够的这些物资，然后还有足够的这些保暖的设备。那很感谢东森宠物，然后还有很感谢东森集团，那可以在过年前捐的这一批的物资，让我们的毛小孩可以好好的过一个好年。东森宠物除了捐赠物资，今年计划在基隆展店，希望能够提供饲主和毛小孩最完善的服务。东森宠物的部分虽然是全国最大的，我们讲说连锁店，现在也有130家的店，可是今天来讲，确实我们在基隆的部分并没有店了。那今天就是我们讲说有这个机缘啊，来到这个地方的话，那也期许啊，我们讲说在今年度的部分能够在基隆市的部分，那直接把东森宠物的店给开出来，那可以对东我们讲基隆市的这些毛小孩啊，不管是汪星球来的、廖星球来的部分，能够做最更直接的照顾啊，从线上这个我们讲云端的这个电商的这个服务的部分，能够走到线下。对于东森宠物将在基隆成立实体店面，副市长邱佩林表达诚挚欢迎，也允诺市府会全力协助，希望造福所有基隆地区的毛小孩。
造福基隆地区所有的毛小孩，打造基隆成为最有爱的城市。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瑞斌所长，那是不是有很多团体来协助帮忙，让我们的宠物更加的被照顾？这里还是要先非常感谢那个邱副市长啊，他上任就开始到宠营来关心。那因为宠物银行救犬社在去年12月的时候已经拆除了，拆除之后临时犬舍是在那个 B 栋的一楼啊，但是因为那个是临时的，然后当时拆除也很仓促，很多东西啊其实也没办法搬过来啦，那确实缺了很多设备，譬如说这他靠着他的人脉，副市长人脉，然后找了东森集团王丽颖董事长，然后他旗下东森宠物来帮忙，然后给了很多真的是需要用的，像单层笼，对对，双层笼那些收笼的设备，然后洗毛机、吹毛机，这剪指甲的犬绳，这些，还有看护垫，就有些收养动物他们需要看护垫、减压垫那些，尿布啊，这些都是很急需的东西。那刚好东森集团他愿意来啊，但这个我很欢迎，说有其他的。抛砖引玉啊，有其他企业可以一起来共享盛举啦。那目前因为我们也有推出一个，就是说希望那个邻里啊或公司行号啊，可以做我们宠物那个动物保护宣导推广站啦，包括贴我们那个宠物银行狗狗猫猫的照片，然后可以增加它曝光，让人家更有机会来认养。所以目前有5间有加入了，像这个有资金疗愈还有那个狗仔队宠物，还有这个祥林动物医院，还有蒙老大都有来加入我们这个动物推广站。那这个很好，就是说希望有更多的商号一起来推广，然后增加这个宠物银行动物的曝光率。那东森集团他们也承诺说，因为他们东森新闻云有180万的粉丝，然后有两千万的每月流量啦，那我们希望借由这个他也承诺啦，说未来我们宠物银行启用之后，那可以来合作，然后帮我们推播那个宠物银行的猫猫狗狗，那可以提升认养率，然后让每个毛小孩都找到家，不要在外面再流浪了，这是最后的目的。但就是说，我们前提就是说要赶快让宠物银行来启用，那再来推广我的认养计划，这样是哇！这个认养计划在这么多团体还有我们的店家，用心的帮忙之下，相信我们的基隆的宠物，我们的流浪猫狗都可以找到一个新家。那我要请教我们的关姐就是你们在那个宠物来的时候，你们都提供什么样的照顾服务？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你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应该说，如果说以流浪猫来讲的话，最主要是我们是以抓扎嘛，那当然是术后的修养。那术后的修养的话，就是每个人的个人家里空间一定不够啊，医院也没有那么多地方给我们放，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安置的问题比较有严重。如果说送养的话，部分是个人的问题，因为我们这都属于个人无几值的自行吸收自行做，那当然是我们能够提供给毛小孩最好的，就是我们只能够最初的除蚤、除虫、除跳蚤，然后呢，送养的话当然是要审核家庭对方的防护措施，还有没有那个观念，不能有关笼啊、虐猫的这种观念这样子。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如果所有的毛小孩都有找到家是最好，可是这是不可能，跟人一样，就是会有孤儿。那我们其实最主要是流浪猫的寿命并没有那么长，只有2-3年，所以一般的人其实你们不需，我们一般的人不用急着说要把猫咪扑杀。其实外面现在还是有很多毒猫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有可能误食到鱼骨头、刺到、掉，然后死亡的。其实这个都是属于变相的残害他们，但是这是我们不能够预料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能够提倡的就是干净喂食，然后流浪猫结扎这样子。所以干净喂食、流浪猫结扎这一件事情是我们现在能够协助、能够帮忙是最大众的。那当然刚刚有讲到，就是要很知道宠物在想什么，要认识他们，要认识了解他们的动作语言。我们来看一看现在有很多的宠物客都非常受到欢迎。
什么课让银发朋友听得这么认真？答案是宠物课。毛小孩外出散步时常会爆冲吗？其实有法子克服。那披之绳其实它是一个 很安全的，只要很听我们饲主的话，乖乖跟在旁边的时候，它是跟我们人戴项链一样，它不是紧的。狗狗及猫咪常见的疾病及照顾上容易遇到的状况，透过仁爱乐龄中心开设的宠爱毛小孩幸福生活区的课程，解答了许多民众的疑惑。之前我不知道听谁说，他说狗要等臭才要洗澡，但是老师说应该是一周或两周这样，甚至一个礼拜洗三次都没有关系。然后那个最重要的是那个清耳道啊，我们都是用那个棉花棒在挖挖挖，其实老师说用灌洗的方式比较不会伤到耳道，希望可以跟老师多学学。那也很感谢他们，像那个什么美容啊，好，然后还有他们什么，我觉得好多一些疾病什么的，当初可能都没想到，更没有想到说，哎，他们如果说要离开的时候，我要注意的一些怎么照顾他，所以我还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这堂课来讲是针对现在目前的长辈呢，他们觉得带着毛小孩跟他们生活会产生很多的快乐，然后呢也会很有成就感，因为现在孩子大部分都不在家，他们都是独居。那我发现呢，养猫跟狗的是最大宗，所以我们这次办的课程是以这两种宠物为主。那我们邀请到有兽医师、美容师，还有一个行为训练的老师来上课，所以他们觉得这次收获蛮多的，那也重新帮他们洗涤一下，就是以前饲养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也是学得蛮开心的。宠物饲养的普及率越来越高，顺应生活形态的改变，将毛孩照顾得好又健康成了热搜话题，也是面对生命教育最好的议题。这些猫猫狗狗经过很好的照顾之后，哎，整个人生都变得不一样。我们要请教所长，就是可以建议民众，如果把那些流浪猫犬让他们带回家之后，要怎么样跟他们陪伴相处？哦，其实那个跟宠物啦，宠物他们都是非语言沟通的，他们是在于一个互信跟观察，就是说你跟动物的互动，其实要透过观察，他们是表现在他的行为，譬如说尾巴或者是耳朵。或者是身体的姿势，那当然有，我们简单来讲，就譬如说，好，狗的尾巴它在摇动，它其实是高兴嘛，非常看到有点高兴，嗯，然后猫的尾巴翘高高在摆，嘿，对对，也是高兴，对，它也是在欢迎你，对，哦，对，这样，原来，对，就我们去从尾巴去了解那个动物的心情、行为，对，它的想法。对，他不用讲的嘛，那我就观察他的行为，然后你就会知道啊。但动物也在了解我们啊，那我们怎么跟他沟通？其实我们要跟他沟通，就是有一些一致性的、重复性的指令。哦，对，他有做到就给他饼干。对对对，给他讲，就是说他们也会理解我们语言的含义啦，所以就从这里来建立互相的沟通跟互信的基础。那你可以跟你的宠物。就像家人一样的相处，那宠物可以带来什么好处呢？它可以降低你的孤独感啊，然后让你的压力减轻啊，就很有疗愈，然后增加你的快乐。所以它在对人类来说啦，它对于你的身体、心理其实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哦，狗猫。可以来陪伴家里的老人家，因为可能子女没空去陪他嘛。那养只狗、养只猫，那他有一个相处的像家人一样的，其实是对老人家来说非常好的。我会鼓励说，如果可以养一只狗或猫来陪伴，增添你生活的一个紧张的，对，也增加乐趣，就快乐感嘛，降低孤独感，哦，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期待就是说，大家能够去认养一只狗啊猫，对对对，是真的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找找看你周遭的一些流浪猫犬的一些资讯，那就可以进行认养。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管姐是不是跟猫狗讲话有一些动作语言的奥秘？是不是有些事项要注意？其实猫咪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最主要是以猫咪为主，那猫咪他们就是。
有说难听点，猫咪就是很傲娇，就是很骄傲，你就是要宠它。那当然是最主要的陪伴是说，他们不是说你丢个玩具给他就好，或者是你一定要有人跟他互动陪他玩。那当然是食物上的引诱，对他们来讲也是第一个最大的诱因。他们喜欢吃肉泥，那你不能凶，猫咪真的不能凶，你越凶它比你更凶，因为它会出爪子咬抓你，会咬你，而且有的猫咪会记仇，会你走过的时候再咬你一口。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那是新手在养猫咪的时候，我们会教育它一些观念，然后怎么跟家里怎么去做隔离，怎么去适应环境，然后不能够遛猫。Oh, 我们现在的重点是不能够遛猫，拜托大家，遛猫是错的。国外有遛猫的观念，但是台湾真的不适合，因为我们台湾的比较密集，声音多，猫咪很容易受惊吓，跟狗狗是不一样。其实狗狗也会受惊吓，所以要牵绳。那我们以前的观念是都不用牵绳，是错的，真的是会。所以你去遛猫也要牵着。不能遛猫，不能遛猫，不要遛猫，完全不要遛猫。遛猫我跟你讲，猫咪是异态的，它们一紧张的时候，就会把那个背带冲出去。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说，你觉得卡得很紧，没有，他们真的会，而且他们会连着绳子卡跑掉，跑掉之后更危险，因为外面的树木、山林什么的，你会卡住他们的绳子，吊着更惨。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就是观念就是不要遛猫。那你一般来讲，像我们在中途小猫的时候，为什么会亲训？就是要让它跟人类有可以互动，这样子才可以送养的出去。可是呢，我们中途的时候，我们还有个职位叫做陪睡，陪猫咪睡，跟它培养跟人类的那种互动，他们才会去相信人类，因为他们是外面流浪嘛，会怕，一定都会怕啊。你要跟它陪睡，当然不是一开始的关笼陪睡，跟到床上陪睡，到他们互信人类的时候，你可以放着自由走，差别在这里。对，是安娜的陪员呢，你有没有什么小paper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因为猫和狗的个性都不一样，其实要了解它们还是要经过长时间相处，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可以自己去领养一只猫或狗。像如果比较安静的人，他其实就可以很适合养猫，因为猫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对，他们喜欢静静的陪伴你做任何事情。对，然后就是像如果你喜欢做手工，他们就会躺在静静的躺在旁边陪伴你这样子。那像我刚刚说的说养宠物陪伴老人，像我们家就是有三只猫，然后因为孩子就是工作都不常在家里，所以我们家那三只猫就是很尽责的在陪我爸妈。那他们就是你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喵喵，那他表示他们也要吃饭嘛。可是老人家对这个真的很难抗拒，对，有时候你还没把他称儿子，然后他就直接叫阿孙了，所以我们家的猫都被称为阿孙阿孙，就有没有真的孙已经不重要，因为已经有阿孙了，对啊。真的是最好的陪伴。对对对。哎，那很多有民众会反映，他说：“这个猫咪有时候会很暴躁的话，应该要怎么处理？就突然间进行了攻击，那该怎么办呢？”所长，猫咪如果有时候突然攻击的话，或者是在家里会啃咬家具啊，会造成一些困扰，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其实啃咬家具或者是尿尿这个问题啊，其实可以从那个啦绝育去处理啦。对，其实现在法令规定也是要绝育啦。像公猫的话，你把它绝育了，它就比较不会有乱尿尿的状况啦。对 对, 對，不会乱抬腿尿尿。对啊，所以像我们跟猫的互动，其实我刚才有讲过，就是你要去观察它的一些行为啦。比如说忽然会咬你吼，可能事出有因啦。对，所以因为你是跟它最亲的人，你可能要去了解他一些习性，但有一些坏行为，你也可以用简单的指令，但是口气要温和啦，频率要对，对对。对你就是说，你必须要一致性，然后重复性的，因为动物就讲一致性，怎么样？然后语气温和的状况下，其实他可以理解一些我们的指令。对，当然我们要去理解他的动作也是必须的，就是说双方都要互信啦。对，这样应该可以跟你的宠物相处。当然，还有一种比较例外状况，可能就是它的一些个性问题啦。那个性问题可能就是你去了解它的个性，去再去跟它相处，试着相处，可能就你要硬把它改变，可能也有困难这样子。是哦，对对对，这真的是一门学问。但是来说，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陪伴者。对，
然后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关姐，是不是你们有很多很棒的救援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救援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最主要是TNR嘛，但是就是会有时候会收到一些民众的，比如说要求帮忙。那像我之前曾经去过青城湖的那只橘猫截肢的，它就是被捕兽夹夹到，然后好像很多人去抓抓不到。那刚好我那天刚好有空就去看了一下，结果却没浪不浪当抓了9只的猫咪结扎，第10只才抓到它。就是你要一直去设诱捕笼去，然后一直每次去都要很有耐心的去用食物去喂养它们，跟它们产生信任。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大五轮的一个是被泼油的，泼油的，对，那它是背部整个受伤。那之前动保所也有去设笼，结果也没抓到。那因为我是去的时候才看到动保所的那个，那后来是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有当地的一个，算小姐，她一直有在注意这只猫。然后我跟她讲说，你观察个2-3天，它的地方在哪里？那我再去那边设笼。那我们也是多设了2-3个笼，2-3个地方就对，因为它会到处跑嘛，市场到五轮市场，刚好。可能是我用香鸡排比较香吧，他就真的用鸡排进，对，真的是用香鸡排进去。然后我还不知道抓到，是刚好，所长他们这边的人去巡笼子的时候看到，然后打电话给我们去抓，然后送去医院。其实就主要是说救援这种东西不是一般人想象的，他们都觉得哦，我们抓抓猫咪去就会进来了吗？没有那么简单，好不好？我们在那边蹲个2-3个小时。整身都被蚊子咬得跟什么一样，而且我们也会遇到蛇啊，会啊，野外会有蛇啊，会有虫啊，会有什么的、啊，可是没有人知道啊，他们都觉得说，哦，我们抓它就笼子放着进去，猫咪就进来了，没有那么简单。再来就是我上次救援的那6只橘猫，那是在铁工厂里面，那小猫长大之后就开始乱爬，铁工厂到处都乱七八糟的，然后呢，说那天。铁工厂大男人，他们也不会钻进去里面去抓猫。那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刚好又个子还好，够娇小一点点，只能钻进去里面抓猫，抓的头都去撞到了。对呀、啊，这种东西是一般的人没有办法想象，都觉得说啊，你都抓，你都抓，你都抓，然后啊，你都不知道我抓到多艰苦。对呀、啊，就是这样。是，哎，这样可以看到我们其实，不但频率要对了，而且你还要用科学的方法，就是探查他们的出没点，才能够有效的抓住他们，来进行一些帮助跟救疗、过医治或者是结扎。那培元呢，是不是有很多人道的故事、人道方式来控制绝育的故事？哦，人道方式，其实我们有一个理想，非常理想的目标，就是如果可以从每一个里长开始。就是像我们的里民宣导一些爱护动物的知识，对。那我这边就有一个故事是，就是像我举例我们这个中山区的德和里的曾里长，对，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动物的人，但变成说，有些人他喜欢动物，可是喜欢动物跟喜欢流浪动物就好像有点区别，所以很多人说他喜欢动物，可是他不敢说他喜欢流浪动物。所以呢，就是希望说有一个从上到下的概念，尤其是从我们这个里长开始是最好的。那这个里长呢，他就是知道这个 TNR 的重要性，那他就自掏腰包买了2个诱捕笼，那他会去看说，哎，我们社区有哪些猫，那他就跟这个居民一起去提供这个诱捕笼，让居民去诱捕这些猫，因为他们有各自在照顾的对象。是他们比较熟悉的，那抓了之后呢，他就会跟我们协会讲，那我们就会帮助他做绝育，那他就会提供他们里民活动中心的一个角落，让猫咪去做安全的休养，就是安安静静的休养之后再回放到社区。那其实这个讲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其实做起来，我相信他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那他甚至说，哎，这个爱护动物的观念就是很坚定的要宣导下去。然后他也做了一个名册，上面有猫咪的照片，那这些名字还是他跟他们的居民一起取的，那就是贴在里民活动中心，哦，这只叫小花，然后这只可能叫大胖这样子。那因为他们活动中心还设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那他们也邀请我们协会说去做一系列的
爱护动物的宣导，还有TNR 的重要性。那我们记得好像也办了三四堂课吧，对对对，然后他就会邀请他的里民来一起参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就是我们文明国家应该要有的素养，对，这样子教育下来的孩子，他才会知道说，我们的爱心就是要连带的责任，那我们要怎么去用正确的方式去爱护我们的流浪动物。那因为这方面来说，其实台湾来说还没有说很跟得上脚步。那我觉得台湾的动保其实还蛮成熟的，就只是需要一些政策上的补强这样子。那也希望说会有更多年轻的里长可以一起加入这个镇里长的行列，那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的宣传啊，然后就是可以遍地开花，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更有爱的环境下面成长。哎，是真的，就是动物保护教育要向下扎根这一件事，我们要请教所长。其实你们有时候都会进入学校，或者是到社区里面来进行宣讲，甚至还会带宠物医生，我们可爱的狗狗、猫猫来跟老人家互动，对不对？对，现在我们针对哈，我们也认同那个动物保护要从小扎根啊，从教育着手。那我们在去年又哈去仔细去设计了一个动物保护的手册，就是电子书。那对象当然是我们的国小的学童啦，那里面有教导说，哦，我们要如何饲养宠物，如何跟宠物相处，如何去对待宠物，还有饲养宠物需要做哪些事情，好，在里面我们都教导。但这个电子书我们是放在我们的那个动保所网站，所有的学校或者是有兴趣的民众也都可以自行下载去看。其实它就是一个蛮基础，但是也很完整的一个饲养如何对待动物的一个方式。那我们的希望是说，希望那些学童，然后哦，就跟父母讲说，哎，我家那个小黑是不是已经紫晶片啊？哎，有没有绝育啊？有没有每年打狂犬病啊？那这观念就会出去。然后哦，原来要每天要帮他打扫环境哦，要每天要给他干净的食物哦，不是吃那些厨余然后没清，然后隔天发酸发臭，然后认为狗这样养也不会怎样。但很多我们的动保不但饲养案例，很多就是包括环境的不适当，对他认为说我对他很好，但事实上是不对的。那从学校国小学堂，那回家就会跟父母说，哦，你这样养狗不对哦，我们的小黑不应该这样被对待，那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群体。当然我们网站里面还有放了哦，犬只饲养手册、照顾指南、犬只照顾指南、猫只照顾指南，其实民众有兴趣在我们动保所网站那个去下载来阅览啊，其实对你去认知说什么叫做动物虐待。其实动物虐待不是说我拿东西去攻击动物，有时候是我们不作为，不理他。对，我饲养那只狗，然后我居然三天不去清它的大便，其实就虐待它了。哦，有些人会认为说，过去观念认为说，哦，我没有打它，我给它吃，哦，这样就够了。其实不够，有些人养的宠物就在太阳下曝晒啊。对，那我们就我常会跟那个啦，有些不但饲养讲说，你就想象说，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不可以？如果你可以的话，那就是没问题。那如果你也不行的话，那就是虐待动物，因为它也不行。比如说我们养在顶楼，对不对？然后也没有遮蔽物，然后太阳很大的时候，你让它这样晒，你应该也撑不了啊。对，那让它直接去体会这件事情。还有人台风天把那个狗放在阳台，那就是会淋到雨啊。那说如果这个情况下你在阳台，你能不能接受？对，那饲主当然会摇头啊，说我不能接受啊，那就对了，那你就应该好好对待你的宠物，是不是帮他做好完善的防风啊，防阳啊，防晒，对，防晒这些设施，不要让他为了你而受苦，那你就是对他很好啊。当然，有些人认为说我关着笼子也是对他很好啊，给他吃，给他喝，也没给他晒了。但是你长期宽容那个动物都已经发生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没办法去活动啊，因为狗是需要活动啊，所以你要定期带它出去运动。养一只狗不是说我把它丢在笼子里，这样每天看着它，不是，就是你要带它去下班之后你带它去运动。大家运动有一个好处啦，你自己也可以增加活动量。
对啊，狗跟你一起去运动啊，狗的活动量是更需要的，被拖着走，那你被强迫运动、哦、这样很好啊，就促进大家一起运动。对啊，那未来我们也会去弄那个宠物公园，希望年底能够弄出来、哦、那也许饲主也可以带着宠物去宠物公园好溜达溜达做运动啊，不要一直把宠物关在家里，那这是不好的啦。的嗯、对，那我要请教管姐，是不是如果家里有养狗狗的话，不管什么狗都要带出去走一走，每天吗？我们家的狗是一天遛三次，他们是很好命的，三次，因为它是老狗了，老狗了会有失禁的问题。哦，15岁，然后再来的一只9岁，所以啊，那我们是还好，我住的是社区，社区就是还蛮安全的，在社区里面逛，我是没有带出去大马路上面的。那也是都要有牵绳，因为社区有老人，嗯，有小孩，嗯，你怕他们会好奇去闻，老人家会怕，小孩子会怕，而且小孩子又不懂，去手会去摸，可是狗狗其实你不能够随意的去触碰它，因为他们也会吓到，会有那个动作反抗动作，对。啊，我们家的老狗也很好笑，看到人死不走，他要人家秀秀讨摸摸，15岁的那一只。那但是最主要是，我是因为你跟你讲，狗狗你出去，其实现在真的要宣导很多人，你不要看着他们很有气质，长得怎样，都不会去清大便、冲尿尿。这个真的，我们像我们都随身携带一个包包，我们也不爱啊，可是里面就是有水、有纸。有塑胶袋，你一定要这些东西把它弄好。你出去，你把你的狗大便清好，把你的尿尿弄好。像我一定会习惯性把狗狗带到没有人走的地方去上厕所，这样不会影响到别人。你在大马路上尿尿，这边从人家怎么走路也是觉得怪怪的，这个是道德良心问题啦。那最主要是说，我们是猫猫来讲的话，像我们家的猫也是四处走，可是猫咪真的是跟人又不太一样，不能带出去。真的不要带出去，很多人还是会有，屋顶上给猫咪去什么看小鸟啦，哦、真的、啊，然后或者是庭院给小猫咪出去跑一跑再回来，当它有一天跑不回来的时候，你就在那边哭。所以其实猫咪跟狗还是不一样，对，哦、差别在这里。对，啊，培元呢？培元，你们家的狗都是每天要带出去逛吗？我觉得狗它是一个很需要活动的动物，嗯，我觉得跟猫比起来的话，它们其实狗更贴近人。对，就是他们的思考方式跟他们的智商，其实人家说狗都有6岁小孩的智商，是真的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子，所以有些事情其实他们会透过跟你互动来学习，所以也很聪明哦。像我家狗就是，我可能就是穿了衣服，他就知道要出去散步了，对，然后就是他就会就是按照你的活动他去推论说，哎，你等一下要做什么这样子。然后像我有时候在忙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子两只，然后一直看着我，就是提醒你，你什么时候要带我们去散步，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对，然后我就会好吧，对对对对，就是没办法。其实他们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是老人陪伴的话，是需要活动的老人，他可以养一只狗，那他可以，其实最好还是一天要出去散步两次，对，一两次，对。那、下雨的话就帮我们穿雨衣吗？下雨的话不用，要，因为他们也是，其实狗很讨厌淋雨。我家的狗每次站，然后看到下雨，它就不动了，就不去了。对对对对，尤其是流浪过的狗，特别讨厌淋雨。对啊，所以他们也是很聪明的。对对对，看到下雨就知道，哎，不用去散步了，在家里就好了。没有没有，他们其实是很想的，然后他们就会快速，然后散步，他们就赶快回家这样子。对对对，对啊，其实狗真的很聪明。对对。那猫的话是喜欢小聪明，他们只做对他们有利的事情。那其实各有各的可爱啦。对啊，对，最好的陪伴，就是很满足。我觉得有动物陪伴的人生是很满足的，但你要讲的话，可能没有养过宠物的人就没有办法去体会，真的是要自己去体会才会知道。对啊，万事还是自己体会。如果有需要的民众，真的是很建议推荐养宠物，然后要从我们的宠物银行来认养哦。对，当然你要有正确的饲养的概念。所以你如果说觉得说，哎，我看过了，这些我做得到，那我再去领养。因为养宠物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情。对啊，因为现在的猫狗寿命，
如果在家里饲养的话，猫狗寿命是很长的，你有没有办法照顾它这么久时间？如果你觉得哦，我可以做到，我会突破困难，那我们再去做，因为这是一种责任。对，嗯，对，真是要给所有的饲主在养之前一定要好好的想清楚，对，好好的思考一下。对对，那这是我们的流浪猫狗还有我们的宠物的部分。那当然我们其实基隆包括了北方三岛也有很多的野生动物，我们要请教所长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维护生态平衡，其实在近年来都有在北方三岛进行的资料收集。基本上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那两个岛就棉花园跟花瓶鱼在外海，大家比较不可能去接触啦，加上它没有码头也不可能去靠岸干嘛的，所以它是我们基隆唯一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对，那可能大家不知道啊，因为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它为什么会变成野生动物保护区？因为1985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可能市政府有意要开发那边，那野鸟学会啦，他们认为说，哦，那是一个很原始的野生动物的栖地啊，那希望说能够保留下来，所以他们前后去做了7次调查，那在当然有调查到保育类动物啦，像那个燕鸥，对，玄燕鸥那些，然后他们就去申请，就跟市政府申请，市政府也去把计划送去给林务局，当然林务局，然后在1985年就把它成立为那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了。那一直到现在，那每年的话，我们是会去做保护区的一个维护啦。那维护的重点当然就是说，要保护当地的栖地跟野生动物，还有当然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地质，它是火山地质，用作状态要维持它原始的面貌，还有就是要复原它原来的样子。为什么要复原？因为过去因为没有成为保护区的时候，曾经被渔民或者是有人会登岛在上面，比如说养羊，上面有很多羊吧，其实上面有一个很珍贵的植物叫做奇艾啊，奇艾是一种中药，就是你看过去都白白的这样子，好，那羊都把那些都吃光光，其实过去的棉花鱼为什么叫棉花鱼，可能就是这个白白的这种奇艾满布棉花，棉花鱼，因为现在都没有了。没有嘛，现在都有了，就是说，在那时候成为保护区之后，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复原这些嘛。那羊把它牵走了，然后开始复育，一直到现在其实都保持着非常的完好。但有时候还是有一些人会非法登岛，但我不鼓励有人去非法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我有去过，它没有码头，非常危险，因为不好登，船是要用碰撞的方式，然后跳上去，你再跳上去，所以。包括我们的人员，还有我们的委托的厂商调查人员，有多次差点落海，其实是非常危险。你在那边落海，其实会求救无门。他那上面没有任何的设备或急救的都没有办法。对，所以其实我们工作重点啊，当然动保所接手之后，还有一个工作重点是监测那边的候鸟、海鸟的禽流感，因为就是说在我们知道禽流感病毒其实是由那些候鸟或海鸟来带毒，然后传播，会造成经济损失，所以我们在外海就直接监控，就要求厂商要做这一块啊。近年来啦，包括100年的时候，有发现这个野鼠入侵，野鼠，那野鼠会对那个老鼠野生动物有很大，对老鼠就是一般我们那种。钩鼠啊，那些太神奇了。对，因为可能就是有人非法登岛，或者是有渔船靠过去，然后跑上去，然后有它的族群，然后它可能会吃那个鸟蛋。譬如说，我们1999年有发现那个，然后1998年有准，然后发现在那边繁殖嘛。1999年有大水滴鸟，其实大水滴鸟是那边的标的物种，其实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种啊，也是世界蛮有名的。那这个老鼠会造成危害。然后106有大花咸丰草的入侵，所以这些外来种其实就是我们也要把它处理掉。所以近年来的一些工作人说，我们每年委托厂商去做维护管理，还有就生态调查，这些工作，还有一个疫病调查，还有就是这个外来种移除的工作。那在最近几次，我们还要求说把这些生态调查资料，要汇整到这个。一个市府的对一个生态系统里面，那这些资料都可以让大家来了解，对大家可以去看调阅到，对，那就
就把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这些，就把它尽量，把它呈现出来。当然，这些所有的委托案调查资料，我们都公布在动保所网站。有一些那个研究者或什么，他们也会去调阅这些资料，反正它是公开的，就是供学术或什么研究。还有就是说，我们也会每年都会拍一支影片，那也是像我如果办活动的话，我有时候会播放那些影片。那些影片就是说让大家了解，不用去，你不用自己去了，就是我们直接播给你看，你就知道说哦，基隆有很美的地方，是它就是野生动物他们居住的地方，不是人的哦，是野生动物。哎，好有趣，对，你不用去了，大家有空要记得上网看。到动保所的网站， 对， 对，其实动保所网站有很多很多有趣的内容，有兴趣也会去自己去发掘。曾经有那个学生嘛，应该海大学生，然后就打电话问说，哎，我那个报告那个是什么样子的，哦，可不可以用，这样我再说明一下，我会给他提供一个解答，哦，这样子。哎，不错，对，就他们有兴趣要去调资料的或者搜寻，有搜寻到我们那种乐意，对，就资讯是公开的，我们动保所就是会把这些，那欢迎大家来调阅，对，都是我们政府花钱，政府花钱就是人民的血汗钱，大家都可以，都是应该全民共享，大家一起来看。最后一分钟，我们要再跟民众呼吁一下哦，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来对待我们的流浪猫犬，减少我们的流浪猫犬的数量。我们先请所长。对，但第一步源头管制真的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就是在落实执行宠物登记绝育这个工作，就是你家犬。第一步就是你自己要做好啊，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宠物登记，没有绝育，那流浪狗的问题就会源源不绝。对，我们管姐，其实现在目前来讲的话，真的是很多人在于猫咪纸巾片问题，还是很多人没有做到，因为他们都觉得说猫咪不出门不用纸巾片，但是你错了，猫咪会逃脱，很多人不知道，逃脱之后找不到猫咪，然后品种猫被人家抱走了，因为你没有纸巾片，别人抱走是别人的，所以其实纸巾片真的很重要，在绝育的方面是我们真的是目前最提倡的。一只猫咪一年可以生20只就好了，你看我们去年我们总共目前协会结扎了3000多只，我们母猫平均算1000多只就好了，20只的1000多只生下一年就等于3万多只，很可怕，所以真的绝育非常非常提倡大家。附近你有猫咪抓不到没关系，你可以跟我们协会联络，我们可以教你们怎么抓，怎么结扎。谢谢大家，谢谢，佩玲，好，培元，这边要呼吁所有，如果你有在喂食流浪动物的人，除了干净喂食之外呢，请务必要帮他们绝育，所以不能再说你不懂，我不懂，我不会，这超出我能力的范围。如果你不懂，你不会的话呢？都欢迎来我们协会咨询，对，我们有不定期的办免费的绝育活动，请民众多加利用，谢谢大家。是，谢谢，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有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大家看到我们保护动物所做的努力，以及维护了我们生物多样性的成果。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